最近觉得妈妈特别辛苦，这次换我们煮给她吃。这个菜叫做臭菜，臭菜，我闻过，我不喜欢。你缅甸的无这味的，很臭。那吃起来觉得有妈妈味吗？那不要一起有。我们买这个回去吧。哎，赶快选这个，这样你等一下去你就不用做了。你看到最后我们都不用做了。这是你们孝顺妈妈该有的态度吗？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梦想成真。哎呀，真的会哭哎。